这家酒店的菜很有名，有一些菜肴必须住店在房间内才能吃到。你刚才是说来这里是为了吃酒店的菜？对啊，说过今晚要带你吃最好的。行吧，来，张嘴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还行。那就好，来人，撤下去吧。你干嘛？我才吃了一口。你胃不好，不能吃太多。我是胃不好，不是胃口不好，谢谢。听话，别贪吃把肚子吃坏了，不能吃就不要勉强，不能为了讨好我就强迫自己，不要为了我做不喜欢的事。我只希望你能够健康的成长，知道吗？抖音。